数相当的难。我们的老师特别告诉我说，在今天到达现场之后，要考虑到现场的风速流向，有一点点都会有所偏差，所以希望大家看到精彩的时刻，一定要给他最热烈的鼓掌。当然我们大师也会特别的小心翼翼，我想可以给他现在就来加加油，好不好？想象当所有的道具全用上是怎样的一幅景象，所以这是在剧场当中才会出现的一幕。今天我们搬到特别邀请到户外当中，实际上有一丝丝的风都会影响我们大师的整体的发挥，所以我们屏住呼吸啊，我听到孩子们在给他加油，但是越往后越惊险越难，难度系数直线上升。来，我们再一次给他加加油好不好？来鼓鼓掌，越往后越需要大家掌声加油。
处的掌声不够热烈，应该更热烈一些，亲爱的朋友们。